Hello， 又来了。年后终于到了鸡脚筋鸡胗混装，改良了，用了大鸡胗。真的，我刚刚吃了的，超级好吃。年前那个鸡胗就快小，当时我没有力推这个鸡脚筋鸡胗。年后改良过的，嗯，太好吃了，这鸡胗。鸡脚筋，我吃这杯辣的，就香辣的感觉。我感觉我今天要吃完一罐。省着点吧，拜拜。